节目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说我们现在食堂买东西吃，哪里有东西？你觉得我把那些书放在你的背 OK 吧？至于你的背啊？我给我多一点钱去买东西吃了。三块钱不够呗？你就猜一看啦。然后他讲什么钱呢？啊？然后他讲多少钱呢？哥，我现在去食堂，等下我坐下来，你去买东西吃 OK？食堂，我们去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走啊，去看啊！走走走，身上已经有三块钱了，不是？我来看一下学校食堂三块钱够不够用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？没有呗。你看你看，哎，有饭团嘞，哥，我看到了。那是什么？有啊，大一包啊，你要选你想吃的，你先讲你有多少钱，可以买什么，对不对？多少钱？哈哈哈哈哈！想吃什么？来看一下。哎呀，三块钱可以买什么？三块钱嘞，可以买贵啊，汉堡包啊，咖啡啊。哦。OK， 好，所以知道三块钱是可以买汉堡包。来聊这吧，这个就好。OK， 你要两个，再给两个，两个 OK。不用了，来，你给他两块。给我两张。呀，对了 ，OK， 谢谢。Let's go， 就是这样。可是你不要每天给我买这个啦。这两个都是我的。所以测试成功，所以你的三块钱一天只能买三个这个。方法不一样。哥，其实我们可以拍那个学校食堂的食物的 review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做第二件事情。哎哎，我们要去丢垃圾。啊？要打哪个？打这个。等下，用分类了吗？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啦。哥，我嘞？然后你要回去班上啊？你要回去班上啊？你要跟他打招呼呗。他没有看到我才不敢。是呗。学到了没？然后这里写一个 J， 一 J。One J， yeah， 然后你要写我的电话号码。你写在这边啊，我叫你啊。Yeah， correct， OK， 好了，完成。哇，厉害，自己写啊。好了，整理一下，我们要继续上班了，不是上班，上课了。那是蟑螂啊，蚂蚁都是大字嘞。走进去啊！哪里？走这边去。拜拜，拜拜，东西要拿。
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好重啊！去拜拜。学校谁在哪里？哥，你要等我哥。可以回家了是吧？啊，在哪里？好累啊！我可以回家睡吧，然后把这衣服再去抓我给我。很吵吧？找你的朋友啊？你朋友在哪里？没有看到哎。刚才我没有看到你。是啊，因为我去要理他啊。然后我去理他啊。对。可是我没有看到。因为我拍你啊。可是你拍我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不要撞到你。我没有看到你。你就从这里过来这里，你驾车过来去那里，我就先走。你要去到那边啊？不会没有啦，在那边的、啊，在那边下车。你看我驾到这边来给你，太美。用紧吗？这里什么用紧？哎，坐下来。你可以去学校抱玩一届吧，抱玩一届这些一样大，跟我一样大，要吧？那我就下次家长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一样穿一模一样去来学校，要吧？下次家长日我穿这个跟这个，跟你一样来学校。要吧？我总是小俊的多了。买大件的啦，然后穿一样的，跟你穿一样的来学校，要吧？家长日啊，记得啊。Hello。好，我们来开第三包。